Hello， 同志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鱼儿羊，已经在市场帮大家淘好机器了。湖北的刘先生让我帮他采购一个 SER 64G， 要这个电池高一点的，因为他本身现在自己就在用这个机型啊，但是电池已经不行了，所以他还是想用一台这个同样的机型，要个电池高一点的。那这台也是充电个位数吧，然后100电池还带保的，挑了好半天才挑出来这么一台，也算是极品成色了。帮安徽六安的赢先生采购一个11 Pro 512G。99新冲新机的成色，可以说基本上这台机就不叫冲新了，是新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台机是紧急活备使用的，100%的电池，零次充电。我们把外面的塑料包装拆开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成色，贴着新机膜的，外观也是非常棒，就是一个新机的成色。整个边角呢没有磕碰、磨损和划痕，屏幕也是一点划痕都没有，非常棒。100的电池，咱们广东的粉丝朋友淘一个这个 XS256G 的黑色，这个。成色呢也是99新冲新机的一个成色，大家看一下屏幕，一点划痕都没有，边框呢也是很亮，没有磕碰、磨损和划痕，电池效率呢还有95%，这台机呢也算是成色非常棒的一款。喜欢小屏手机的可以考虑看一下这个 XS 这款机型啊，2000多米的价格，现在性价比比较高。这台 XR128G 是帮江苏南京的周先生采购的，100的电池效率，充电仅8次，系统还是 iOS12 呢。这种机属于什么机啊？这种机就属于客户激活了之后就没有怎么用的，一直放到现在才卖掉，基本呢就是一个新机了。